你们可以看出来这是啥吗？哈哈哈。我康康，哎呀妈呀，我看到是一个笋，又看出像个人。你爸说啥？这是锅盖。好的，这注定是一个要翻车的视频了。然后首先我在打底啊，我用的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啊什么，哎，我一下忘掉了，什么水笔，墨水笔。好的，我蘸的是一个应该是灰色的，哎不对，是棕色的墨水。我现在在干嘛？我为什么画面静止了？哦，好的，我现在蘸了一下这个颜色，然后这是一个棕色的，然后我画了一个圆。我为什么要画一个圆？这应该是个盘子，对对，这是一个盘子，这是一个装咖啡的盘子。然后我现在画的是个咖啡的杯子，这个我记得当时我杯子画的有点小，好像对你不会见到这么大的盘子就装一个这么小的咖啡。好，这是一个，对，我画的是阴影，然后是盘子的阴影，把给盘子的边加个装饰，对，要不然你也看不出它是一个盘子啊。对，我现在感觉这个阴影好像不太到位，我又加了点阴影。这里面，对，我觉得这里面应该装的是一杯卡布奇诺。对，现在这灰色就是这个咖啡，然后这个白色呢就是这个奶泡。对，然后接下来呢，我想就把这个背景它，我想象它是一个放在墙角，不对，放在窗台边的一个咖啡，所以刚才那可能是窗边的棱角，然后底下再放一点花。为什么放花呢？要不然就这个都是灰色的，就会特别丑。然后这是什么呢？这可能就是这个床体的这个啊，就斑痕，斑叫什么？参差不齐的斑痕。对，这大概我觉得我应该完成了一个底。哎，我现在在干什么？好像镜头没有捕捉到。对，我是看到ins 上一个原画，一个类似的，就是有点像那个网易云那种播放的界面，我觉得做成个明星还蛮好看的。我猜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啊，我应该是在写底下的画底下的这个进度条之类的，就什么单曲循环呀、啊、什么什么的啊。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录上。好的，我现在底色应该完成了。这个时候对，我拿纸擦一擦，因为这个墨水它不是防水的，它有可能渗，所以我先擦了一下。啊，这时候拿了一支笔调了个颜色，啊，调的是个棕色，因为我想画的是一个咖啡，是个咖啡，对吧？给大家一个印象，对吧？你肯定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然后我先涂了墙，我为什么先涂了墙？我以为我要画咖啡，然后你看这个棕色的墙，对吧？配着棕色的咖啡，就非常的应景。然后我就继续，对，然后还是个棕色的画面，对，这是一幅非常棕色的画，这样看就觉得挺爽的。虽然你可能看不出来这到底是个啥吧，但是对，接下来我加了一点，应该是我在里面加点白色和蓝色，这个地方我感觉水分就比例的水有点重，感觉画的就是水痕有点重。但我是想要画出来墙体的那种，就是那种层次感吧。然后加了一些白色，但这个白色呢，你知道白色覆盖力又比较强，然后又容易感觉蛮容易出水痕的。反正这个地方处理的不是很好，没有画出来我想要的感觉。然后加上。对，我就是想画一些那种类似石块啊，然后就是一种层次的感觉。啊，这个地方呢，我也是想要画杯子的阴影，不知道莫名其妙就画成了这个样子，感觉一切发生的都是如此的突然，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就是想，然后接下来我就加了更多的白色，但这个白色覆盖力也很强，觉得一加白色和之前调的一些深色的颜色就被覆盖住了。然后这个地方我应该就只是想要在周围多加一些装饰，比较装饰，多加一些让它看起来更生动一点。虽然加完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好的，现在我来画咖啡的盘子了。这个盘子依然用的是非常淡的棕色，应该就是非常非常淡，先描一个边。然后我应该是，对，我现在画它的这个叫什么边缘，对吧？就然后继续画咖啡杯子的阴影。
虽然我也看不出来它是个杯子，所以看不出来它是个杯子的阴影。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墨水状有点渗出来了，稍微拿笔修饰一下，然后就开始画里面的卡布奇诺，就加了一点棕色，然后再加一些白色，你看这是非常非常像一个咖啡了，里面有棕色有白色，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咖啡啊，这就是一个咖啡杯里面装着的咖啡啊。然后接下来我在干什么？哦，接下来我要开始画一些这个叶子和花。就为什么要画叶子和花呢？要不然你看这乌漆嘛黑的灰灰的感觉也挺丑的。于是呢，我画了先绿色加了一些棕色吧，就是感觉这个颜色上不会特别单调。就我一般会就是笔肚蘸下绿色，然后笔尖稍微点一点棕色，然后这样画。那接下来就画了一些花。我感觉整幅画唯一能看出来是什么东西的，也就是这个叶子和这个花了。然后我就加了一些深的红、深的粉色。好的，不然你说，我感觉这个啊花和叶子都画完了，我好像还想试图拯救一下这个盘子，就加了一些白色，想要让它再多一点层次感。但是现在看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幅画已经拯救不过来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个什么。就我自己看到现在，你要是不告诉我这是个咖啡杯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对，但我还努力的在拯救，我还想画一些阴影。这个你也看不出来这是阴影，看起来好像是手抖不小心多画了一笔，然后画到外面去了。好的，我现在拆开这个纸胶带了，是因为我想要在这儿啊写一个这个歌曲的名字，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是个咖啡杯，对吧？因为它看不出来，所以我写了这个名字叫 Coffee 啊，对。然后还画了一个这个。就是很像网易云那个音乐界面啊，一个单曲循环，一个随机循环，一个单曲循环，你这样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对吧？特别像一个专辑封面啊。然后我撕完纸胶带，这幅画就完成了。你敢信它是个咖啡杯吗？啊，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好的，接下来让大家去听一首这首咖啡的歌。Every night got me holding open crooked doors. Faded lines, rules she makes for me to please her so. But she'll leave whenever she fucking likes. So I've been drinking coffee in the morning just to wake up. Cause caffeine takes my mind and keeps me breathing through her face.To the love we used to share together, tied in with the good times we both had. Now we're slowly fading, I know more now than ever. She could never take me back the way I am. And every night is miserable. I can't forget all the memories I counted on when we made love, all the moments when she held me close.Now I know I'll never see that girl again. So I've been drinking coffee in the morning just to wake up. Cause caffeine takes my mind and keeps me